汤林国际集团小林开讲。更多影片请看贴文串。哦，看这网络讲爱甲工人的护照吼收起来，较袂乌白来。嗯，这看敢袂歹。妹妹啊，妹妹来，啊，你的护照咧？护照我来替你保管。嗯，啊，安尼啊，去做工课。嗯，安尼袂歹。以上的状况大家都有发生吗？接下来移工还有哪一些不可以的行为，我们下集见，拜拜。移工找康林，问题问小林，请留言按赞分享。